妈妈，谢谢您无微不至的照顾我。祝你母亲节快乐，爱你哦。谁人在叫着我，敢是阿母的声，亲像故乡，不时在叫我。歌声唱这首歌绝对是 number one， 因为你的歌声会主人的抖音，你的歌声会美声，你还没变成这种声嗓，唱这首《花香》实在太适合了。听妈妈的话，别让她受伤，想快快长大才能。同仁榜，爱你哦！我是虞美人，我是蔡尚宪，我是许志豪。啊，母亲节快乐！谢谢，这朵送美人姐的，谢，还有一朵我们要送给姚老师，哇，母亲节快乐，母亲节快乐，姚文老师也是我们很多歌手的妈妈，真的真的，哇哇，真的又到了母亲节这个感恩的时刻啦，是的，是的，最温暖、最温馨的季节。对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应该要有一些特别的安排，所以今天特别母亲节特别企划。就是要让我们选手跟妈妈一起共度美好的母亲节。你看现场来到贵为母亲节的杜秋萍呢，跑下去了，妈妈，欢迎妈妈们！啊，这个是母亲大人特别座，对，特别座。哎呦，你家呢坐观山听音唱歌，哎呦，在他们面前唱歌应该压力不小。对，那是对歌手的压力不小。对对。然后他们也要很紧张。所以我说今天这个母亲节特别企划，坦白讲哦，这是哦温馨当中带有危机哦，甜蜜当中可能有陷阱哦，也有杀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这个我们常常会有时候感觉来了，情绪到了，你很难 hold 不住。特别是妈妈在现场，对，对不对？你可能一时可能泪流满面啊，溃堤啊，都有可能。所以今天的这个主题，同时也考验歌手在感情诠释方面的功力。好，伫咧精彩比赛开始之前，咱先来介绍评审团。头一位是陈子鸿老师、吴浩哲老师、詹雅文老师。陈国华老师，索瑞西红人榜卫冕者邓平燕、谢彩莹，宝座候选人吴庚瑶、江金龙。来哦，特别计划未来哦，我们有请偶像组卡位赛的两位平手的邓平燕还有吴庚瑶，来欢迎两位。平燕是每天晚上都要跟妈妈听故事聊天才能睡觉，对不对？在床边，可能陪我睡觉，或者是在旁边。跟我聊聊天，然后让我等我安心入睡之后，他才睡觉。哦哦 ，OK。那你会跟妈妈吵架吗？有时候会吵架，但是我不喜欢吵架的感觉，所以我就会先主动跟妈妈道歉，然后最后就和好了。哦，听说他们两个今天都有话对自己的妈妈说。好，来，请说。来，妈妈，谢谢你无微不至的照顾我。祝你母亲节快乐，爱你哦。爱你哦，爱你哦。乡的花香，微微啊，天未光，伊就去窗内顾花丛，毋捌一句怨叹，让阮大汉，不甘阮知伊向何方何人，里土的花丛。为情的梦，情茫茫，海也茫茫，
一点点的等，阮等来彼天，花蕊渐渐。你的歌声唱这首歌绝对是 number one， 因为你的歌声会主人的抖音，你的歌声会美声，你还没变成这种声嗓，唱这首《花香》实在太适合了，很美很美，加油！品燕呢？老师好。这个歌真的我没有听过你这个年纪唱的那么好的，已经无懈可击了，因为你现在要这个会历经一个变声期。所以音准不准也很合理，但是你唱歌的情绪跟你这个诠释歌曲的能力太强了，今天给你很高的分数，评审请下分数，加油加油，邓品燕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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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分数来到了24.1分，恭喜妈妈。好，我们先谢谢佩仪，谢谢佩仪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好，恭喜两位。让我们的红人宝宝说恭喜，谢谢老师，恭喜邓平燕顺利闯进了第五关，也恭喜根瑶持续保有候选人的资格。我觉得非常的开心，因为妈坐在旁边可以听我唱歌，然后就是唱母亲节歌，祝她母亲节快乐。